大家要记住了，学佛修行如履薄冰啊，千万要用心，一定要明白，活在世界上要为别人活着，不要为自己活着啊。为自己活着的人，有的呢过去说哎呀很可耻，其实我觉得呢也没那么严重。为自己活着的人呢就是自私，明白吗？但是呢为众生活着的人呢啊就是无我状态，